塞车啊！哇哇，好玻璃哦，各位朋友，哎呦，各位，现在是中午三，下午三点十六分，现在是下午三点十六分，南北大道在这个时代都北上吉隆坡大塞车啊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要出门的话，你走别的路好了。OK， 好了，欢迎。过后我的黄老师，我到哪里就拍短视频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拜拜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